哎，叔，嗯，您这干什么呢？徐天上屋顶上去了。行了，您后院暖和着去，我上去把他喊下来。嗯，铁林啊，你行吗？我这腿脚肯定比您利索呀，您赶紧的，我岳父等着您呢。大哥，喝大了。还我。你干嘛呢？啊？我没干什么呀。不可能。瞅你那样就不像干好事的样。我这不是想拿瓶酒吗？上房顶上去吗？您爱喝吗？上房顶干嘛呀？这不是这天儿在上面呢吗？估计刚才说话没说对付，我得劝劝他去。你跟他说一声，我先走了。大英子一个人跟家太晚了，不放心。大哥，您说我怎么老是怕您？不是跟英子没关系啊，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。你怕我？很有可能就是想干一些怕让我知道的事儿。我能干什么事儿啊？我要知道的事儿，您都比我先知道。走了，我给你拿鞋啊。怎么了，大哥？对不住啊。冯先生那边呛你行了，没事儿，咱都是兄弟，跟我一块儿走吧。真不走了？行，不走，那记住我这句话。遇上事儿了，容着点徐天儿。那是肯定的，我是他二哥。容着徐天儿对你有好处。啊？田丹不死，他肯定走共产党这条道。你千万别一条道走到黑啊！明白，兄弟多帮衬。跟宝慧说个对不住，大英子是我亲妹，就这么一亲人，巴掌总不能扇她脸上。宝慧做的也不对，我回去我也抽她了。回头。明天吧，去看看英子。昨晚上让人绑了。啊？谁呀？
天儿，我回来啊。别跟上面待着了。谁把英子给绑了呀？小耳朵，天儿把事儿给平了。大哥，您真的要走啊？党国的事儿不太靠得住。冯先生那样的跟咱们不是一种人，别一脑袋扎进去就出不来了的。明白。那您慢着啊。下不下来啊？搭把手。蹬一下。哎呀，拉我一把。哎。哇，赶紧把大衣穿上，真不嫌冷啊你。住的地方，北平。大哥走了。看见了。大哥这么一走啊，往后北平就剩咱哥俩了。跟二哥说，是不是喜欢上那个女工娘了？我小朵还没喜欢够呢。别置气。咱们说到底是一家人，这自个儿人都还分分合合的，你说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插香的时候说好了一辈子，大哥先散了，为什么呀？乱世。田丹、柳爷、冯先生，全都是外人，走马灯。
转眼就过去了。为了一外人，犯不上上找自己兄弟请吧。田丹他爸不是你杀的吧？冯先生杀的，那又怎么着呢？你还能为田丹报仇去？小朵的仇你报了吗？好好的去抓小红袄，这是正经。你要跟田丹搅和到一块儿，那你就也是共产党，你就是给我们添麻烦。给您添什么麻烦？我是你二哥，我现在跟冯先生是一事儿的。你要干他十八辈祖宗，我能不跟着你一块干吗？大不了饭碗不要了，前程不要了，跟他死磕。那你嫂子怎么办？我有媳妇儿。这会儿要小朵还在，你能这么混得出去爱谁谁吗？上司法处给田丹拍照那人谁啊？保安馆的周师傅。你父亲让我跟你一起离开北平。活生生的田丹在北平呢，你怎么能走呢？不过二少也没几天了。你别多想啊，我其实对你没意思，我就是怕你一扭头死了，说不准我这一出门，共产党成工部锄奸组就在外边候着呢。都不配，金海他们都知道卷钱走人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走干嘛了？喝完了你才抢。父母呢？没有。谁都有父母，你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？16岁，从孤儿院就进了青训班，够苦的呀。还好。就中间跟田丹遇见的那会儿是好的，对吧？
是，回了，这太冷了，你得跟我一起回。这是你做共党的地儿，跟这儿待着。明天我还得让平平来给你收尸，暖水袋就别拿了，我那儿暖和。 慢着点啊！啊！这怎么茬儿的？这是，我跟你说了，慢着点，你没事吧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？哎，别动，别！还说没事儿，摔成这德行了，酒瓶子就是不撒手，赶紧起来吧。哎，冷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天儿，没事吧？摔哪儿了？慢点。 摔哪儿了？哎，上没事。哎，麻烦您跟宝红说一声，走了。我扶天回屋了。这大雪天的，上什么房顶？慢着，看脚底。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你？坐这儿。撒手。 话都说明白了吧？就明白就好，往后就别找田楠去了。咱是兄弟，以后都互相帮衬着。冯清波那孙子比你还想弄呢，不信你问宝慧去。走了。二哥，啊，什么不是你杀的，就跟你没关系了。说什么呀？ 田楠，我跟你得找，冯清波，我跟你要磕上了。你说的对，小朵要活着，我跟你一样没法爱谁谁。但小朵死了，就是因为小朵不在了，你才去找田楠。小朵要在，还是田楠什么事儿啊？是这理儿。小朵要活着，我找田楠干嘛呀？ 啊，我出去一趟。这么大晚上的去哪儿呢？问你呢。我去大哥家。你说你们哥仨这酒是怎么喝的？金海半道喝没了。
铁梁刚走的时候阴着个脸，咱没事，好着呢，是吗？要不还是睡你大哥那儿得了，血条路不好走。
娃子呢？回去了，我当班。开门啊，三哥，老大知道您来吗？我一回都跟他说，你不让我进，让进。把门关上。回家睡觉。哎，他干嘛去啊？去照片吧。外面下雪了。嗯，你过来。家都三道，你爸两道。石溪，你站远点。哎，八千怎么在这儿？嗯，老大调进来的。我说话不行，让他听见。三哥，我得在这儿。说八清，我问贾小朵怎么死的，八清是小朵舅舅。哦，行。来这之前去哪儿了？家。喝酒了？跟大哥二哥。那照片叫谁帮你拍的？熟人。谁？宝源照相馆的一个照相师傅。石溪，干嘛呀？石溪，
干嘛呀，十七？啊，十七，十七啊，十七，十七，你妈你死去啥？十七。拍照片的时候你在？在。那伤口的位置、宽度还记得清楚？清清楚楚。伤口入刀的方向呢？你转过来，靠着门。把冯金波杀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二哥说的，没错。我想自己确认。在什么位置停？你告诉我。嗯，往下一点。这儿吗？左边一点。停。还有一道呢。往下两寸。是方金波。伤口入刀的方向呢？我不知道，你看照片。一会儿我就去找方金波。你别去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二哥说看见他在前门火车站抱你，不要找他，我替你弄死他。你可以吗？我没杀过人，但这孙子该死。爸爸不是他杀的。蒙谁呢？那你为什么哭啊？告诉我小朵的那三道。你看照片。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。照片拿到以后，你还去了什么地方？就回家了，跟大哥二哥喝酒，然后就来找你。外面雪下的大吗？大。好冷啊。我好热。跟女人的骨骼不同，像刚刚那样。告诉我伤口位置在哪儿。
拍的底片在哪里？你是谁？在哪儿？在抽屉里。 刀长，刃宽。半掌多长，两指宽。没有，拿给你看。不用。三刀都不致命。凶手是用刀高手。 他很清楚在什么地方下刀，可以让人大量失血，但不伤及脏器。从入刀到死亡，大概时间2个小时。2个小时以内，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治和输血，他不会死。你说什么？地上有8个烟头，凶手至少在原地。 待了有1个小时以上才离开，他要看着小朵，血流干。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 现在是最好的天气，深夜太阳里，我不用找你，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我怎么不记得？ 你怎么来的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你怎么走的？我。
记得我把姓名交到你手里，我记得你有些不高兴。我们不是陌生人吧，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